团 TWICE 近日以新曲 Totally Talk 回归，成员们再次凭借各自的美貌掀起超高话题度。其中超爱刺青的成员彩英在活动上向粉丝们挥手时，首次露出了手臂内侧新的刺青。据悉，这个图案是去年刚刺的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戴着链子的裸体女性，瞬间引起网友们的讨论。有人认为刺青是个人喜好，可能包含大众不知道的意义，并大赞这样的纹身很帅气。相反的，另一票网友则认为这样露骨的刺青图案出现在 idol 身上不太合适，因此觉得有点排斥。反应相当两极化。